哎呦我去！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帮助小伙伴们选择正确的眼镜。那你们都认识他们的名字吗？快和我一起吧。第一个是小猪佩奇的爸爸，那他的眼镜会是哪一个呢？第一。First。不对不对，不是这个。哇哦，答对了。第二个小伙伴好像是小马佩德罗。第二。Second。错了。答对了。第三个咯，这是超级飞侠的成员，救援飞机小爱。第三。Third。天哪，我们一次就答对了。耶！第四个是喜欢滑雪的雪儿，她的眼镜会是哪一个呢？第四。Fourth。好像不是这个。答对了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帮助小伙伴们选择了正确的眼镜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喜欢我们，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哦。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